被你亲手养大的弟子所害，感觉不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师，焚诀这部功法，你为什么一直都不传给我？我一直待你如亲生儿子一般，你居然为一部功法背叛我？背叛？只要能变得更强。 一切都值得。月色微扬，星空苍茫。 轻声接唱，自火飞扬，燃烧着融化这世界所有的荒凉。愿一片片，一月月，一丝丝，一年年，随风翩翩。走多少风，多少雨，总会有一个人陪在我身边，吹一滴滴。 一点点，一圈圈，一片片，汇成岁月的海。管它是非与成败，只要有。 萧家最年轻的斗者，天才少年萧炎，曾是整个家族振兴的希望。不料因不明原因而斗之气无法凝聚，三年间修为跌至斗之气三段，萧家族人无法接受发生在萧炎身上的变化。在以实力为尊的斗气大陆，曾经的天才萧炎已沦落为被人看不起的废物。 现实吧，你这儿子斗之气消散了三年，到现在都没有恢复，这家族资源说什么也不能浪费到他的身上去了。这废物现在唯一的用处，也就是与纳兰家小姐的婚约。若不是有这门关系，早就该被赶出家门了。萧战，如果一年后你儿子还是这般废物。 斗气的速度远超之前，却为什么无法凝聚于体内？三少爷，云岚宗有贵客来访，族长请你过去。知道了。
我马上叫人准备。儿正楼，你看来我在族中的地位是越来越低了。萧炎哥哥，在这里吧。萧叔叔，侄女纳兰嫣然前来拜见。纳兰嫣然？哦，纳兰老爷子的孙女纳兰嫣然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纳兰侄女，萧叔叔可有好多年未曾与你见面了。 可别怪罪叔叔眼拙啊！萧叔叔，侄女一直未曾前来拜见，该赔罪的可是我呢。<笑>以前便听闻你被云韵大人收入门下，没想到果然是真的。侄女儿真是好天赋啊！嫣然只是好运罢了。萧族长。 今日所求之事，便与少宗主有关。哦，葛叶先生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。云岚宗宗门严厉，宗主大人对少宗主期望甚高，将其视为下一任云岚宗宗主培养。为了让嫣然安心修炼，所以想请萧族长能够。 能够解除婚约？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啊！原来是这样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在这斗气大陆。 女封上门强行解除婚约，对对方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萧族长，我知道这要求有些强人所难，但还请看在宗主大人的面上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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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还不动手！别忘了，你是萧家族长。纳兰侄女，今日悔婚之事，纳兰老爷子可曾答应？爷爷不曾答应。不过这是我的事情，我自己可以决定。 纳兰侄女好魄力，纳兰素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真是让人羡慕。萧叔叔，叫我萧族长就好，叔叔这称谓我担不起。你是未来的云岚宗宗主，日后也是斗气大陆的风云人物。我家言儿不过是资质平庸之辈，也的确配不上你。 多谢萧族长体谅了，宗主大人知道今天这要求有些不合规矩，所以特地让在下带来一物，就当做是赔礼了。啊，聚气散！嗯，它能让九段斗之气100%成功凝聚斗之气旋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。这也是本宗名誉长老古河大人亲自所炼。此药。
竟然还是出自丹王古河之手。隔夜老先生，你还是把丹药收回去吧。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，给我闭嘴。萧炎，休得无礼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这里我们自会做主。二位长老，如果今日他们悔婚的对象是你们的儿子，还会如此说吗？你放肆！二位长老，萧炎哥哥说的没错，他是当事人，你们还是别跟着掺和吧。父亲，纳兰小姐，刚刚你说纳兰老爷子不曾答应悔婚之事，这人初时看来倒也不错，怎么却也是个死缠烂打的讨厌之人。我说过，这婚事与爷爷无关。那么还望包涵，我爹也不会答应你们这样的要求。当初这门婚事是两家老爷子亲自许下，他们还没有开口解除，那这婚事便没人敢解，否则便是亵渎死去的长辈。我想我们族中应该没人会干出这种忤逆之事吧。你究竟想怎样才肯解除婚约？嫌赔偿少？好，我可以让老师再给你三枚聚气散。另外，你若愿意，我还可以让你进入云兰宗修习高深的斗气功法，这样够了吗？好慷慨的施舍，我真的想把你给言儿，不可无礼。萧炎，不管你是否愿意，你还是解除婚约吧。请记住，此次我前来萧家，是我的老师云兰宗宗主亲自首肯，你可以把这当作胁迫，不过现实就是这样，你也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，我们基本没什么希望。纳兰小姐，我脸皮厚倒是没什么，可我的父亲他是一族之长，今日若真答应了你的要求，他事后还如何掌管萧家，还如何在乌坦城立足？今日的确是嫣然有些莽撞了，我可以暂时收回解除婚约的要求，不过你要同我做一个约定，退婚之事我可以延迟三年，三年之后你来云兰宗向我挑战，如果你输了，我便当众将婚约解除，如果你赢了，也不会让萧叔叔太过难看。纳兰小姐，想必你也清楚言儿现在的状况，你让他拿什么与你挑战？如此这般羞辱他，可笑吗？萧叔叔，这种事情总需要有人去承担后果，若不是为了保全您的面子，嫣然此刻便会强行解除婚约，然后公布于众。萧炎，三年之后还是现在，你自己选。哼，你想退婚，不过是认为我萧炎一介废物，配不上你这天之娇女。若非婚约，本少爷根本瞧不上你半分。你，云兰宗是很强，可我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。没错，现在我的确是废物，可在日后的岁月里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翻身？纳兰小姐，看在纳兰老爷子的面子上，萧炎奉劝你几句话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好，好一句莫欺少年穷，我萧战的儿子就是不凡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现在的你只是个废物。好，你若有本事，就让我看看你如何翻身。三年之后，我在云兰宗等你，到时候你能打败我，我纳兰嫣然今生为奴为婢，任凭你处置。哼，三年后，如果你还是这般废物，解除婚约的契约，便乖乖给我交出来。哼，不用三年之后，我对你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。
要以为我萧炎多在乎你这什么天才老婆，这张契约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，而是本少爷把你逐出萧家的修正。从此以后，你纳兰嫣然与我萧家再无半点瓜葛。你敢休我？父亲，三年之后，嫣儿定会去云岚宗，为您亲自洗刷亲人之辱。我相信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，区区流言蜚语，日后在现实面前，自会不攻而破。三年之后，我会找你。三位，既然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，那便请回吧。纳兰家的小姐。啊？希望你日后不会为今日的大小姐举动而感到后悔，不要以为有云岚宗撑腰便可横行无忌。斗气大陆很大，比云韵强横的人并不少。啊，那是。走，我们赶紧走。实力啊，没有实力什么都不是。妍儿，你果然在这儿啊。父亲。嗯，怎么还在为那事自责呢？那男人呢，何必做这副小女儿姿态？他看不上我儿子是他的损失，我相信我肖战的儿子绝不是废物。可我还是无法提高修为，还连累了父亲。你修炼确实遇到了问题，但肖家男人永远都不会放弃，只要咬牙坚持下去，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，明白吗？来，这是我从米特尔拍卖行拍下的丹药，说不定能帮你凝聚斗气。拿着，别想太多，修炼结束后早点回去休息啊。才能摆脱这该死的状态。小娃娃，看来你需要帮助啊。谁在讲话？我是谁你就先别管了，反正不会害你便是。这么多年来终于碰到一个灵魂强度过关的人，真是幸运。你到底是谁？给我出来。好了，别找了，在你手指上呢。是你在说话？小娃娃定力还不错，竟然没被吓得跳下去。这三年还得多谢谢你的供奉。供奉？要不然我还得继续沉睡下去。我体内消失的斗气是你搞的鬼，你一直藏在我的戒指里。说到底，老夫才是这黑界的主人呢。不过黑界另择他主，也算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吧。给我滚！去你的缘分！
小娃娃，用不着这么暴怒吧？不就吸了你三年斗之气吗？你是人是鬼？你怎么理解都行吧。吸你三年斗之气，老夫也是迫不得已。小娃娃可不要见怪呀。老家伙，你可知道你吸收我的斗之气给我带来了多少屈辱吗？可在这三年中你也成长了不是？否则处在天才光环下的你怎么可能会有现在的隐忍力与心智？不管你怎么说，你都别想待在我的戒指中吸取我的斗之气了。你赶紧去找其他倒霉蛋吧。别人可没你这般强悍的灵魂感知力啊。小娃娃，你想变强吗？想受到别人的尊崇吗？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斗之气消失的原因，以我的天赋变强只是时间问题。你的天赋是很好，但你现在才斗之气三段，光靠勤奋修炼是不可能赢得那三年之约的。那女娃娃背靠云岚宗，天赋也并不比你低多少。要不是你吸取我三年斗之气，我现在至少也是个斗者，还能被他如此羞辱吗？小娃娃莫要动气，斗者不过是斗气大陆上最入门的等级，斗者之上啊，还有斗师、大斗师，以及你未曾见过的更高级别强者。你这斗者这种微薄的斗气修为，恢复起来并非什么难事。难道你有什么办法？或许吧。你助我一年内达到斗者，那你之前吸我斗气之事便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小娃好算计呀。想让我继续供奉你，总要拿出点诚意来吧。若是你对我没什么帮助，我何必带个拖油瓶在身边啊？哼，你可一点都不像是15岁的少年呢。罢了，谁让我欠你一个人情呢？我是一名炼药师，助你恢复斗气，甚至提升到更高等级，轻而易举。甚至传授你炼药术也不是不行。不知道你是极品炼药师啊？极品不记得了，你只需要知道之前大厅所说的丹王古河那种货色，在我眼里其实也就是个屁罢了。六品丹王是个屁？好，你可以在我的戒指中待上一段时间，不过为证明你所言属实，你需要在一年内帮我提升为斗者才行。好好好，交给我便是。好了，你可以拜师了。什么拜师？你这老头到底什么目的啊？废话，你不拜师便想让我帮你提升实力，甚至学习我的炼药术，做梦呢。这老头这般蛊惑我，肯定有所目的。可我现在实力倒退的厉害，家族资源已经不再提供给我。若他真是炼药师，好，我萧炎今日便拜你为师，希望你能拿出点本事，让我早日恢复到斗者。老师，不知您老人家怎么称呼？我名为药老，来历就先不告诉你了。之后你去准备些药材，我来帮你炼药，好加快你的修炼速度，争取以最快速度帮你恢复到斗者。另外，别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存在，包括你最亲近的人。父亲，终于可以再次修炼了。萧炎哥哥，
妮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看萧炎哥哥现在的模样，似乎不需要薰儿来宽慰了。人经历了打击，总得成长不是？他一定会后悔的。妮子，这三年可别怪萧炎哥哥，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过得浑浑噩噩的，不过还好有你在身边陪着。他真的回来了，可他还是把我当成小时候的跟屁虫，真是个木头。哦，对了，我找到不能修炼的原因了。啊，真的？太好了，以萧炎哥哥的天赋，相信不需要多久就能回到之前的巅峰状态。那是当然，走吧。哎，明天有空的话，陪我逛逛乌坦城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哇，人这么多。那是当然，咱们萧家方氏可是乌坦城里货源最丰富的，这些佣兵以及商人最爱光顾我们萧家。萧炎哥哥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，来这里最合适了。我就买一些能加快修炼速度的草药。那我陪你一起找找吧。麻烦回头帮我送到萧府。哎，好嘞。这方氏的人怎么越来越少了？哎，平时不会这样子的呀。不管他，先把草药收集齐吧。哟，这不是萧家天才萧炎吗？哼，听说你这次测试还是斗志期三段，这斗气消散了三年还没找到原因呢，看来还是称呼你为萧家废物更加合适。何必与这种人一般见识？怎么，买药治病啊？那还是到我们家烈方氏去看看吧。我们家烈家族请了个炼药师，那炼制出来的丹药要比你们萧家好上不少呢。没有好东西，不如去晚了就没了。赶紧去看看，老夫，过去看看。嘉玲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萧炎，方氏历来是乌坦城三大家族必争之地，你们萧家被退婚后，那实力肯定会越来越不行啊。回去告诉你父亲，识相的话，趁早把方氏交出来，不然。哦，对了，萧炎，被强行解除婚约的滋味不错吧？其实也没什么，以你这三段斗之气的修为，也的确配不上云岚宗的纳兰小姐。萧炎哥哥，你为什么拦着我？这次的羞辱我自己来讨还。小子，你不是这种忍受不了屈辱的人呐。我担心的是萧家退婚之后，家烈家族明显坐不住了。切，你不考虑自己变强，却去考虑家族危机。斗气大陆实力为尊，只有你自己强大才是根本，至于其他的该放就放吧。你干嘛？老头，你不炼药师吗？手里有没有更好的丹药药方？有自然是有，不过要给到萧家，需要你自己来炼制才行。我来炼？不错，你不是想学炼药术吗？等你升到斗者，我便传授于你。那你除了炼药之外，有没有更快的修炼方法？
有，你可以内外兼修，再多修炼个外物刺激。外物刺激？老头，这就是你说的外物刺激？不错，肉体的魔力可以让你更好的修炼功法与斗技，再加上灵液扩充经脉，定可以让你更快提升实力。当然你要熬不住的话，趁早开口。你这老头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多亏了柳师，现在的萧家方式就像滚城，一天都没见几个客人。我看呐，离关门大吉不远了。柳师，你也喝一杯，还需要你多辛苦炼制些丹药，别让萧家有翻身机会。只要药材能供应得上，自然不是问题。不过之后的利润，我要五成。柳师，我们三方合作，你要独享五成的话，那我们两家岂不是……别忘了，你们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我。要是你们嫌价格高，那我去给萧家炼药好了。柳师莫生气，这事就依柳师的。走，美人儿，陪我炼药去吧。家里的族长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好处全让他占了。对呀，父亲，我们请他来就是想以最小代价吞并萧家，现在这样倒不如直接灭了萧家得了。话是如此，可我们毕竟师出无名啊。哼，听说萧家有个女孩叫萧薰儿，生得国色天香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之后带柳先生去见见她。哼哼哼。还好经历了那么严酷的挨打训练，不然碎的不是石头，而是我的手臂了。老头，这八极崩不愧是以攻击力著称的玄阶高级功法，破坏力着实强大。还行吧，这是当年有个人为了让我帮他炼药，哭着求我，我才收下的。哦，看来你的炼药术肯定很厉害啊，也不知道你们炼药师是怎么区分等级的。一般炼药师能够从火焰的颜色来分辨它的等级，其火焰为淡黄色，品阶越高颜色就越深。那你的火焰是什么颜色的？啊，你这火……先前我所说的是炼药师中常见的斗气火焰，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火焰，异火。这些异火威力比斗火强上千百倍，不仅炼起药来能提升丹药的药力，就算与人对敌，同等级的强者也不敢与之硬碰。我这火种便是异火榜中排名第十一位的古灵冷火。嗨，不过这些都离你十万八千里呢，等你突破斗者后，我会传你一门火属性功法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学习炼药术，成为一名炼药师了。火属性功法？既然我是你的弟子，那你拿本天阶功法给我吧。胡扯，你当天阶功法是地上的石头啊？亏你开得了口。不过我倒是有本比天阶还要诡异的功法啊，你学不学？比天阶功法还要诡异？那是什么级别的功法？黄阶低级。老头，你耍我。
那功法能进化？不可能，我可从未听过有功法能够进化的。切，你这小家伙连乌坦城都没出过几次，能知道些什么？你难道你听说过有别的功法能够进化？就是因为没有，才能显出我功法的独特呀。真能进化？真能进化。你修炼过？没有。那别人修炼过？没有。没人修炼过，那你怎么知道他能进化？功法上是这么介绍的。真有这种功法？拿给我看看。给你看了也没什么用。现在的任务还是尽快把你提升为斗者，这样你就可以学习这本功法喽。怎么，你很希望我学点这个功法？拥有异火，还有如此诡异的功法。老头，你收我为徒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事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害你。你那小女友还真是放你不下。萧炎哥哥，妮子，好久不见。嗯，你外出修炼这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，你这伤是怎么回事？谁打的？是我想着赶紧突破九团斗之气，用力过猛才把自己搞成这样的。萧炎哥哥，八段到九段是初阶斗志气的瓶颈阶段，你不要太过心急，等时间到了，自然是水到渠成。你，萧炎哥哥，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迷糊了。那萧炎哥哥躺下休息吧。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。嗯。小云哥哥修炼太辛苦了，我得帮帮他。萧炎哥哥，你醒了。我好像到第九段了。对呀，萧炎哥哥真厉害，睡个觉都能升级。太好了，终于要再次成为一名斗者了。我就知道萧炎哥哥肯定能行的。对了，妮子，萧家现在怎么样了？情况比较糟糕，这段时间以来，加列家族的丹药已经抢占了所有方士的生意，还得寸进尺地到萧家方士捣乱。真是不知死活。走，我们立刻回城去方士看看。先生果然厉害，只是小试身手，便能把萧家生意逼到如此绝境。意料之中罢了，我答应你们的事已经做到了，但你说的那个萧薰儿什么时候能见到？柳先生放心，只要我们这么闹下去，萧家人迟早会出现，到时就有机会见到萧薰儿了。那还等什么？给我继续砸。
手下留情啊，炼药师大人，你们这三天两头的过来闹，我们都已经快活不下去了，饶命啊，炼药师大人，饶命！哎呦，知道我是炼药师还敢阻拦？上，给我打！垃圾就是垃圾，披上了炼药师的皮也是垃圾。你这种有点本事就四处炫耀的人，用萧炎哥哥的话来讲，那就是一个。老师大人，现在这次完了，就是骂得很痛快啊，都是跟萧炎哥哥学的。如此美色，这女孩莫非就是？不错，她就是我跟您说的萧薰儿。果然名不虚传，去把她给我抓回来，只要把她搞到手，灭掉萧家之事都交给我了。至于她旁边那小子，给我废了。萧炎，听到炼药师大人说的吧，可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你自己把萧薰儿送过来，待会儿我会对你下手轻点。听你说他到现在都是奏着气三段，依我看呢，还是乖乖听家里少爷的话得了。就是啊，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，真是废物到家了。想开点，萧炎，护花可是需要本事的，就你这废物修为是护不住萧薰儿的。是吗？你小子喜欢这一类武器啊？洗澡。嘉烈少爷，我的实力能不能护着薰儿啊？就九段斗士气，不是说三段吗？是不是搞错了？就是。萧炎哥哥好棒，以后谁要再说萧炎哥哥是废物，那可真是瞎了眼。倒是有几分本事，不过我柳席看上的女人还没有得不到手的。六星斗者，萧炎，你这个连斗者都不是的废物，是保护不了萧薰儿的。老头，你出的手？你毕竟是我的弟子，我怎么可能看着你被别人打残疾？滚开！小子，不管你有什么本事，都给我等着吧！我炼制的丹药马上就会覆盖整个方式，到时我要让你们萧家自己把萧薰儿给我送过来。至于薰儿小姐，很期待与你下次的见面，相信那场面一定会非常美好。老头，你现在的实力极限是多少？怎么，你想对他动手？不错。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我是灵魂状态，出手还要借助你的身体，并且目前只能对付这些杂鱼。等你升到斗者，能够承受我更多能量之时，就算灭了整个嘉烈家族也不在话下。老头，你这次怎么答应得这么干脆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再把精力浪费在这些儿女情长的破事上。不除掉这个炼药师，萧家就不会彻底摆脱危机，薰儿也会面临危险。小子，作为过来人，我得奉劝你一句，过多的投入感情只会让你深陷泥潭，甚至某一天死无全尸也不是不可能。这么严重？就这么严重。我不信。宝贝儿，我回来了。等等，有变故，左边。来。哎呀。
薰儿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看这情况，似乎他和你一样的目的。来吧。来人呐！有人要刺杀我！啊！薰儿的实力怎么变得这么强？这恐怕不会低于一名大斗师吧？他明显动用了一种秘法，使得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提升了实力。以他的身份，用这种秘法并不稀奇。来人呐！有刺客！不用叫了，整个房间已经被我的气息给包裹了，没人听得见的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钱？丹药？我什么都给你，求求你放过我！你不是想抓我吗？其实我很讨厌动手的，可你为什么要出言侮辱他？你有什么资格？虽然他不会在乎你这种垃圾，可我却不能，真的不能。若不是怕萧炎哥哥怪我多事，这乌坦城早就没了加列家族，哪会有这么多麻烦事。这妮子看起来温婉可人，可没想到动起手来却这般干净利落。今天晚上似乎是白来了。那可不一定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那妮子虽然下手不留情，不过毕竟年龄太小，经验还是太嫩。要不是我偷偷服下归西丹，今天就真的栽在这儿了。回头我要把老师请过来，彻底灭了萧家。抱歉，你或许没有回去的机会了。一火，恭喜你，答对了，有奖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什么躲在屋子里？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什么躲在屋子里？受人之托，帮忙解决点麻烦。受谁之托？这可不能说。可我想知道。小丫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强，不过想要拦住我的话，却还差了点。好了好了，怕了你了。今天有个不长眼的东西调戏了某个家伙极为重视的女孩子，而那家伙也刚好认识我，所以我就被他叫来当苦力喽。哎，也不念叨我这老头这么大年纪容易吗？老先生果然和萧炎哥哥有关系。这态度变得真快。萧炎哥哥能够抛弃以往的颓废，想必与您有一些关系。薰儿先谢过老先生了。不过请老先生接触萧炎哥哥时不要对他有一些别的念头，不然薰儿不会放过你的。请相信我有说这种话的实力。好个强势的妮子。我只是不想萧炎哥哥被人蒙骗而已。我先回去了，今夜之事还请不要和萧炎哥哥提起。放心，我不会提一个字。妮子。我还真是费力不讨好，忙碌了一晚上不说，还要被你这个小女友给威胁。乌坦城事了之后，便随我出去修炼吧，在这里只会让感情这种破事阻碍你变强。这种事可不是破事，再说与变强也并不冲突。那如果两者冲突了，你又会怎么选？哪有那么多如果，不过今晚还是要多谢您了，之后还要劳烦您老人家炼制聚气散，我要尽快突破斗者。
父亲，这是柳先生。没错，柳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被人宰了。会不会是萧家人干的？可能性不大。萧家最强者萧战也不过是六星大斗士，他不可能避开我的感知。不过不管是不是，都可以算到萧家人头上。父亲，昨天萧炎与我对阵，好像已经恢复了斗气，还打败了柳席。有这回事？是的，父亲。去告诉奥巴帕，灭掉萧家的机会来了。聚气散服用后必须尽快压缩斗志气，直到丹田内形成斗志气旋为止，中途切不可松懈，否则此次晋级将会失败。你这是第二次晋级斗者，若是此次失败，以后再想晋级可就难了。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虽然这三年你的斗志气一直没有长进，但你的根基却变得异常扎实，晋级不会是什么难事。那我开始了。萧家好手段呢，这么点时间能把萧炎这废物培养到九段，还能让他在方氏袭击我们的炼药师，导致柳先生半夜暴毙而亡，所以你们萧家必须血债血偿，上，一个不留。走，二位长老，带着小辈先撤。走。肖战交给我，你们去解决其他人。解气，不要放过萧炎这个臭小子。是。快，凝聚斗志气旋，用灵魂力量压缩他们。我说怎么到处找不到你，原来躲在这晋级斗者呢。加油。哎，可惜你再也没机会。你们给我上，让他陪他那短命的父亲一起下地狱。我父亲怎么了？你父亲正在跟我父亲决战，以我父亲巅峰大斗士的实力，估计现在已经站住，你要去哪里？对了，快借给我力量，我要去救我父亲。你现在是关键时刻，错失这次机会，想要再进斗者可就难了。就算晋升成功又能怎样？斗士人都死了，变现还有什么意义？萧炎，你别被事情给冲昏了头脑。想要对付一名巅峰大斗士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晋级为斗者，承受我更多能量才行。我说过，这个世界力量为尊，没有实力你谁也护不住。趁着药力还在，赶紧凝聚斗志气旋，不要再被家里人拖累了。
波雷。老头，你有过家人吗？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，让你变成现在这副模样，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不要为家人所累的话。不过我知道你是错的。你这么说无非就是没有尝过被背叛的滋味，什么亲情友情在现实面前最终都会被抛弃。三年废物的你还没看透这一切吗？你不懂，正是我废物三年反而看得更为透彻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不懂，正是我经历过亲人的背叛，才会这么说。加列毕，现在立即带着你的人离开萧家。父亲，救我呀！我不想死。闭嘴！乌坦城这么个弹丸之地，却有三大家族并立，即使我等有心独大，也苦于没有契机。如今吞并萧家的机会已近在眼前，敖儿，为了家族利益，对不住了。比起肖战，我更在乎的是你这个臭小子。小子，还是我来吧。
不行。燕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拜了一位了不起的老师，他出手帮我们解决了加列毕。前辈人呢？我要好好谢谢他。要谢就谢你儿子萧炎吧，这小家伙很合老夫胃口，之后便让他跟老夫出去修炼吧。一切听从前辈安排便是。是，老师。应该小姐是下属之错，林隐甘愿受罚，可古族不得介入萧家之事是族规，小姐切记不可深陷其中。你该庆幸萧炎哥哥平安无事，否则。老师，谢谢你出手，你也不是那么没人情味吗？哼，你的运气也不错，竟然真能成功凝聚斗之气旋。我这靠的是实力好吧。臭小子。对了老师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收我为徒了吗？你应该看得出来，我现在仅仅只是一个灵魂体吧。嗯，按常理来说我应该已经死了，然而由于我的灵魂力量比常人强上许多，所以我以这一般模样生存了下来。我并不喜欢这种虚幻的日子，我还有必须亲自要完成的事，所以我必须脱离这种灵魂状态。你是想复活？嗯，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个能进化的功法吗？嗯，这门功法名叫焚诀，练起来极为艰难，因为他每一次进化都必须吞噬一种异火，而成功进化后的焚诀便可使用多种异火相互配合，炼制出一副可以容纳灵魂的躯体，到时我也算是另一种重生了。异火这种毁灭的狂暴之物，谁能收服一缕已经是谢天谢地了，谁又敢保证能够将之吞噬？危险率的确高得出奇，不过不要怀疑他的潜力，如果真的修炼成功，恐怕整个斗气大陆还真没几个能是你的对手。这片大陆实力为尊，有实力才有尊严。当初纳兰嫣然之所以能够居高临下前来退婚，便是因为他的背景与实力比你强，你那个熏儿妹妹背后的势力比云岚宗更恐怖，即使你有杰出的修炼天赋，他们也不会太过于重视，只有你能拿出真正让他们忌惮的实力，才有可能如愿以偿。修炼这焚诀就能让我得到这种力量吗？应该说只有你成功修炼了焚诀才有可能，至于是否决定修炼只能你自己选择，为师也不能过多干预。说这么多还说不干预我的选择。我承认我有些怂恿的意思，毕竟从我的角度上来说，我很希望你能修炼这焚诀。我在那暗无天日的戒指里面坚持了这么多年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遇到一个灵魂力量能达到要求的人来修炼焚诀。我很幸运遇到了你。这些话就当是一个老头子的心里话吧，明明说了不干预的，却还是忍不住说了这么多。红色卷轴是火属性地阶功法，黑色卷轴便是那卷焚诀，你自己选择吧。不管你如何选择，都是我的弟子，我并不会因此而怪罪些什么。我虽然有些怕死，不过老师说的对，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。纳兰嫣然那种耻辱，我并不想再吃第二次。再说万一实在不行，到时候再转修其他功法不也一样吗？毕竟你可是个百宝箱啊。哼。
你个臭小子，再给你一个月时间跟你的亲人好好聚聚，之后便随为师出去历练吧。是老师。萧炎哥哥恢复天赋后果然厉害，在迦南学院招生中获得第一名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能请出一年的假。请假实在是迫不得已，三年之约近在眼前，而迦南学院并不能让我打败纳兰嫣然。萧炎哥哥，其实你跟着薰儿，薰儿也有办法让你打败纳兰嫣然的。我已经找到了变强的道路，等事情完成后我回来迦南学院找你的，等我。妍儿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父亲，老师已经在城外等候我多时，我这便准备动身了。好男儿就该出去闯闯，记得要听老师的话，有机会的话去趟石墨城，你大哥二哥都在那里发展。至于那三年之约，父亲，有些事躲不过的，是男人就得承担。父亲，薰儿，你们都保重，告辞。老师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寻找异火，进化焚诀。青云绕斜影晃，南风扬起沙，素春远似火，绽放焚尽炎凉。一枚戒三界闹，怎奈缘深藏，观寒冰消融我方，不胜防。任他路战利品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上道统统去死。你竟然还活着，孙悟空、为了蛇人一族的光明和希望，还有那个我曾经答应过的人，我更要放声大胆的歌唱。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？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关注斗破苍穹官方公众号，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，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。